再一次俾熱烈嘅掌聲，兩位，多謝佢咁精彩嘅演繹嚇。即係韓信真係死唔眼閉，佢萬萬冇諗到蕭何會咁害佢。你知唔知未央宮係邊個所建嘅咧？就係蕭何所建，所以真係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，一啲都冇錯。好啦，跟住落嚟為大家介紹嘅第二套劇目咧，係一套純文戲，就係《三席恩情廿載壽》，葉兆德撰曲，係粵劇名伶林家聲同埋李寶瑩嘅名劇。呢套戲咧係集中講父母仇、兒女情、夫妻愛嘅複雜感情故事，好多票友咧都好中意呢套劇目嘅。呢一幕就講述朝廷因反范文軒同佢嘅仇人嘅女宇文淑嫻結為夫婦。三日之後，佢知悉真相，佢漏夜持機逃返江南。但係一晚，淑嫻苦苦相纏，佢被迫講出真相。咁淑嫻知道真相之後，會有啲咩反應呢？咁就請大家咧細意欣賞以下劇情嘅發展啦。我哋好高興請到青安文藝協會副主席雷鳳娟小姐演繹范文軒。佢嘅拍檔伍松英小姐咧，就演繹宇文淑嫻嘅。我哋用熱烈嘅掌聲請出兩位，為我哋演繹套《三席恩情廿載壽》。
愁不堪啊，影好梦。金泉醒啊，今是真啊情，只怕未向仇家来杀命，早已思还往事成，反中流，心志后人成，正是相见赠予不见，有情却似无情，但愿三更能脱净，我唯有随机应变，步步为营。回来了，赵郎，请坐。娘子坐。
鬼无人性，怎生报怎生应？恩怨那要分明，只怕我报不成。谨记呀，泰山如海情，誓以恩仇还相敬。一不是老报。Thank you.
娘子，為夫都並無心事，你不用諸多疑慮啊。碎心灵，小个为娘来照应，欲求脱净费经营，急得我汗透冲牙泡，运不定啊！中事难诉别人知，苦杀我无言来对应。蛟龙啊，你好比天上月，我是月边星，住于情，心灰有野情，相看一语欲诉难，哀愁诉总轻，可叹分罢情，我心如丝乱，愁难整，泪似江河不断倾，情愁爱恨何堪应啊，何堪应啊，敢叫什么名大义，苦我未甘啊，诉真啊情，惊心胆啊时光，欲吐还原，难决定啊。我有泪不偷叹，欲言都无话柄，夫妻好比同林鸟，何时不可誓言明，休戚伴相关，生死今同命，有福应同享，有祸共担，成共担成啊！哎呀，我说真情道真情，你父居心太不仁，害我一家全丧命，可叹心受埋也咗，我竟与仇家系戚性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果然。果然。哎
人类数前人含悲翻旧账，过往日满身世，今次吐冤情。我先父是英雄，为谋起义事，结社暗翻乱，闻风先响应。佢东市卖高唱，起了南街逢插播，一门遭杀害。九族受斩刑，可恨你父贪功情罪证，才得加官进爵享尊荣。我寄读他乡才保命，流亡也在自飘萍。赵孤生是我假名姓，范文轩才是我真姓名。你是吾爱，是吾愁。我错把夫妻名分定啊！Oh,
点是前生债，我思来何日得还清？可叹相见时难，别亦难，再做心恩。龙拜令啊啊啊啊啊
子。娘子珍重啊！